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启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意启示录》。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表意启示录》，今天一样要请到享誉。 特别是华人圈、两岸三地的李幼宁大导演来我们的节目。李幼宁导演也是我们台湾非常知名、特别擅长于拍老兵故事的导演。我们要再请李幼宁导演跟听众朋友再次来问安。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呃，非常开心哦，这个再度上钱大同老友的这个节目啊、哦，那来谈谈我这些年来。 我的心路历程，但心路历程是我的电影导演生涯跟我的教学生涯。但在之前，在美求学的这个过程啊，实际上在呃一九七八年的八月份，我是先到美国的纽约哥伦比亚啊，那去学电影。但是那个年代里面，它是比较理论的，NYU 还没有崛起啊。 那我记得我在哥大的图书馆还拍过一部电影，那由这个李安导演来演那个浪的这个角色，从图书馆跑出来，然后接台湾故宫博物院的阶梯啊，演员上，呃，感觉在美国受教育一个最大的不一样，老师是启发你的创作，台湾。 教育几十年来，给我最大的心得就是：老师抄黑板，你背，永远是这样子。那老师那个讲义可能十年都不会变，也许这样讲对师长是很不尊敬的。但是我自己做了老师几十年后，我每年的教材都是新的教材。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网络传播。 太发达了，你讲了半天，学生在网络上看到的比你更先进，所以你要怎么办？我年纪大了，我为了要了解电影，我特别呃换了 iPhone 十四手机。我不是为了打电话，为了看电影，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是 OTT（Over the Top Media Service）。 手机不是用来打电话的，是第二个功能。第一功能是手机用来看电影的。这是个什么世界？我订了 Netflix 啊！我从今年大概一月份到现在，我大概保守估计，我看了五百部的电影。为什么？因为我要教书，我要比年轻朋友。 看的更多，你们讲的例子，我可以跟你互动，我可以讲出这部电影最新的一些构想。比如像这两天我看的《Band of Brothers》啊，这个 Tom Hanks 跟 Steven Spielberg 来讲二次大战诺曼底登陆的，或者我们在里在里面又看到了比较电影的《Don't Lock Up Now》。 这里面都是大明星呐、啊，里奥纳多、Jennifer Lawrence、Maria s t r i p Johnny Hill，他他是喜剧呀、啊，讲到一个彗星要撞到地球了，或者我们在里面看到很多很多的古装电影，我就看到了所谓《山河月明》，讲明太祖跟明成祖朱棣怎么样发这个发动了所谓奉天靖难。 五六世纪，我仔细看了三遍，因为台湾没有办法，或者说大家没有这个雄心再来写古装剧，我觉得可以写，可以发展。我一直鼓励我的学生，你们来写。那在这个里面，手机里面的各种作品就是你的教材。 你必须要每天看，你要写笔记，然后你要将你的感觉能够跟你的同才来互动，来发展你的故事。这这个感觉是我在美国学电影学到的。第二个，我在美国，呃，这个学电影，我们的老师上课，他都会讲电影里面的例子。 当年最有名就是讲英格玛·伯格曼，还是美国，在我那个年代里面，Francis Ford c a b p o l a 他的《Godfather Part One, Two and Three》是经典中的经典，或者是 Martin Scorsese 美国电影《Taxi Driver》啊，或者《r a n i n b l l 那在这个里面，你要能够互动，怎么互动呢？ 他的导演手法有各式各样的，那或者纽约派的乌迪·艾伦，当年最我们非常迷迷的一部电影叫做《安妮霍尔》，就 Dan k i t e n 乌迪·艾伦得奥斯卡奖的。那我们在这么这么多电影里面，给我们什么启示？ 后来我就从纽约的这个哥伦比亚就到了洛杉矶的，仍然是哥伦比亚系统，专门学非美可的食物。二零一九年我到美国去领这个亚洲电影这个贡献奖，我特别带我女儿去参观了我们学校，那就是一个大的摄影棚，好几个，然后里面都是。 各种后置的，我一看那些的器材，我们都不会了，因为已经从底片时代变成了数位。我们当年底片的后置剪接，用 step back 那个胶片的那个剪接，现在都不一样了。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我还在课堂上跟老师来互动。我曾经有一次，呃，有构想在前几年，想要在这个制片协会开这个呃半年这个短期培训班，是在美国开。我有到美国去，然后请一个李老师来接触啊、呃、，US 毕业的，他们都觉得这构想很好啊，但是又碰到了疫情都。 停下来，就是这个训练班。我们在台湾上课一个月，其他四个月在美国上课。那来学习美国的课堂上的互动，不是老师写黑板你在抄笔记，no，是老师要启发你，老师会问问你 how to tell your story，what is your story，你的。 m a n character 是谁？你的叫 protagonist 主角是谁？那这是我在美国学电影的一些方法，激发你创作的一种感觉。我常常讲，创作你要先创作你身边最熟悉的人物。很多学生没有办法体会我给我写来的这个这个作业。 我不知道改了几千篇作业，我就是你写你的爸爸。哎，我我老师，我了解我的爸爸，你真了解吗？你爸爸从哪里来？你了解你的爷爷吗？你的阿妈吗？你的阿公吗？你了解你太太吗？你了解你女朋友吗？后来他们去做填调，全部不了解，因为一个人很难了解对方的内心世界。 尤其我爸爸是呃黄埔军校的军人，他很严肃，他都不讲，那你你怎么办？你要靠近距离去观察他，他的生活习惯，他为什么喜欢听这个京剧？为什么喜欢听这个四郎太母？这在我电影中都有讲。当年你在卷村里面听四郎太母，第二天警总来约你谈话。 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四郎探母呢？四郎杨四郎想娘了，公主爱他，倒令箭让他跟娘碰碰一面。台湾如果老兵都想大陆上的娘，那怎么反攻大陆啊？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的构想。你在这个里面能够挖掘题材，那现在的小朋友成长了。 他们都不了解，台湾没有战争。有，我有一个剧本，《白门再见》，都新的构想。夏蝶老师写的，他的这个母亲就是鼎鼎大名的林海音老师。台湾六十年前有有打过仗，八二三炮战，大家都不晓得，都忘了嘛。 所以，所以说，电影的剧本可以挖掘那个年代的感情人物，让我们把那个年代的所谓的时代记忆留在了你的影像里面，然后由我们来演绎出来。 谁来演那个年代的老兵？那个年代的年轻人？那个年代的 Love Story？那个年代的这个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我的构想是回回回回台湾。我第一场戏就是讲这个留学生，在一九七八年的十二月十号，因为他的好朋友在台湾发生意外走了，这是我讲的故事。 那跟原著也不太一样。他从美国 U C Berkeley 坐飞机回来，然后在台湾参加了好朋友的告别式。没想到那一年的十二月十六号发生了一些一件惊天动魄的事情。你们知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我问，没有一个人了解，忘记了。一九七八年的十二月十六号晚上。 台湾跟美国断交了，中美断交。我那一天在美国的时差中午大概过后，刚好在哥伦比亚的图书馆，下的雪没有人，然后忽然看到走廊上的电视机饮水机上面啊，台湾跟美国断交了，中美断交，看到这个蒋经国在电视上讲。 哇！我当年四个字，国破家亡哎、欸，我就立刻冲到了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回台湾，几天几夜一两个礼拜电话打不通，因为那个时候中美的电话线路很少，那个感觉我就把它写在了林富地导演请我拍的。 二零二零年台是有放的《四月望雨》的第四段十集电视剧集，是我首先用数位电影制作用 a r i s a Mini 来拍的，就讲那天晚上在纽约的一个故事。我在最热的夏天，台北天母的一家餐厅，那个班杰穿了很厚的大衣，身上都是雪。 用下雪机来走进餐厅，他要接他太太回去，然后看到餐厅里面一个电视上面出现了蒋经国，宣布了这么震惊的一个事情，然后就装进自强处变不惊，大家都傻眼了。然后班杰就回到家跟他太太就讲说：“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说你父亲当年。” 飞这个黑蝙蝠，台湾有两支侦察队，高空的叫做 U two，低空的叫做黑蝙蝠、黑猫跟黑蝙蝠。然后班杰演的美国中情局的一个军官，潜伏在里面，专门发这个讯息。他说：“我这个方向报错了，你父亲的飞机被击落。”但是没想到这个美国军官。 最后爱上了这个驾驶员的女儿，这个是我我 creative 的一个 story。他说：“我讲出这个秘密，可能你就要离开我。”结果两个人没有，还是在一在一起。就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沧桑，一种悲痛，那个时代的一种刻骨铭心的故事。这个剧本，林福地导演非常的喜欢。 他也没有时间看这个剧本，听我讲，大家都鸦雀无声。就是你怎么想出来的？我我说这是我自己创作的，就是由创作者来半自传的体会那个时代给我们的冲击，但是你也不能太喊口号，你要借一个故事来讲那个时代。 好像这个 Michael Bay 拍的这个 Pearl Harbor 一样，珍珠港借两个男的嘛，Ben Affleck 两个男的爱上同一个女的，然后珍珠港事变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借一个 Love Story 来讲这个故事。那后来在这个情节以后，到了 ending，我大概一口气写了两千多字的旁白。 结果那个制作人严家正说，他跟我认识几十年，他说：“哎，导演啊，这个，你这是我看过最好一气呵成的一个 OS，两千多字，讲一个时代，讲那个反攻大陆的时代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非常感动。”我那个 OS 是在录音室里面配音队的画面我写的。 一共只花了二十分钟写写出来，就是一搞就完成了，就对上去了。在我的感受里面，真的是欲哭无泪，或是对于一个时代的一个一种沧桑、痛苦、时代的一种讲不出来的一种，说一种味儿，就是你要把那个时代味儿来拍出来。 虽然我们都是下一代，这些都是我们父母所经历上一代的苦难，但是我就想应用作品来告诉仍然还健在的这些老兵前辈们，我们后一代并没有忘记你们呐、啊。我我们作品里面有提到，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对台湾这片土地的。 贡献，这是我真正要讲的。导演，我刚刚听导演所分享的这段故事，我也曾经跟导演讲过我母亲的亲身故事啊，就是我母亲当年是在河南信阳，那她跟她的妹妹，妹妹是八妹，一起要约来台湾，就来后方啊。那那个、时候因为国共已经很紧张了，所以她的妹妹呢就跟她一起相约在车站准备要上车，然后妈妈就等她嘛，就等了很久，火车即将开开启啊。 还是没来，我母亲看着没办法了，就把八妹的行李啊丢在了这个火车的月台上面。那么这一别呢，再碰面就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了。所以我想，这种故事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怎么说你们讲的好像是好像是虚构的、啊？其实有的时候导演写的故事，其实里面就是真实，只、就是那个名字不对，场域不对，情境不完全一样啊。所以电影导演他有一个特色，就是把文字。 转换成影像啊！那最后一段时间要请导演分享一下，特别是你在美国读书，你怎么看呢、啊？特别西方跟台湾的叙事的角度，西方跟台湾叙事角度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西方比较从一个客观的高度来看，台湾在过去几十年，就是我们老师啊，这个李行导演是我的电影的。 启蒙老师也是我跟过去的老师。那林富地导演是，呃，他做导演会会长的时候，我是副会长。那都是由副副会长来做事，我并没有实际跟过他。就是那个年代是一个导演制，就是导演由他的观点来讲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像李行导演最著名的片子，呃，秋《秋决》啊，那。 就可以看出来，我我我，呃，这半年我上课还用《秋决》，用张永祥老师的剧本，李行导演的《秋决》影片在课堂上放，就学生没想到看得津津有味，啊、呃，结果那个牢头要把欧维放掉，因为欧维马上就要被砍头了，《秋决》嘛，判了死刑嘛，他说：“你被砍头，你媳妇怎么办？” 结果 O A 没有逃走，还给老头跪下来，说：“我逃走了，我的媳妇一辈子怎么做人，一辈子她要怎么办？我走了，我媳妇怀了我的小孩，他们可以正正当当做一个人。”哇，看了年轻的学生看了都掉眼泪。 这是这是一个怎么讲忠孝节义也好，或者伦理的一种感觉也好，那现代年轻人并没有排斥啊，那只是我们这些长辈，你没有好好的用一个故事的包装来告诉他们了、啊。刚刚呢、呃，钱大同讲的这个这个您的亲身经验，那就是《面影你知道我另外一部电影呢。 这个比较新的电影《面子》啊，吴兴国、李天柱、夏静亭演三个老兵啊吴兴国在年轻的时候，在一九四九，在青岛的路上被抓兵，抓来台湾，五十年不能回去了。他在抓兵那一天，他的媳妇刚好生了他的儿子，他就分开了。 等到他跟他儿子再碰面，儿子已经五十岁了，这是个悲剧啊！所以儿子就恨这个爸爸，说你怎么怎么会这样子呢？你台湾都已经开放了，你为什么不回来？娘就这样走了，恨。事实上，他有他的一种悲哀，因为。 那个年代，很多老兵在台湾，为了传宗接代，他以为他一辈子都不能回去嘛。为了传宗接代，就是我讲的老莫也好，他又用又,又娶了一位本省的女孩子，也生下了小孩，就是后来就变成叶全真演的这个女儿。叶全真陪他爸爸吴兴国回到大陆。 然后看到从未磨面的哥哥耿乐演的真好那一年，这个很多人说应、嗯、这耿乐应该要提名那一年，这个感觉里面就是两岸之间的交往是因为历史造成的太多的人伦悲剧，那现在这个感觉已经淡了。 再年轻一代，隔了几十年以后，都已经不知道了。我是外二代，我是台湾出生的外省第二代，那我的父母都是大陆上来的嘛，所以感觉上，等到我们的下一代，已经都已经忘记了这一段历史。所以说，希望用电影让他们了解。 当年的感觉，曾经有这么一段事情。有宁哥，我想啊，今天是绝对聊不完的。我们下一回啊，我们再听你讲。特别，我是更想听到这个，像郎祖云他爸爸也是这样被抓兵来台湾的。那我们表意启示录朋友们，我们下次在同一时间再会喽。谢谢各位。